大家好，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新款的惊喜斗子。来，我们现在的话，惊喜斗的话，我们现在改装了之后是出来的光是平行光的，就是直线的。以前的话是一个弯月形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改动了之后就说一个保护的，我们这边现在是有一个保护镜片的，就是说我们不用的时候要把这个关起来，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打开。这是一个保护镜片的，使用的时候就打开，不用的话我们就关闭，就防止灰尘进入。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保护镜片，这边是也是一样，是周把的那个周地的。然后上面上来一点的话就是一个聚焦镜，然后反射镜是在这边，正镜电极。我们现在改装了之后的话，就是这个准直镜是可以在这边直接拆出来的，就是这四个螺丝。这松开了之后，里面有一个保护镜，那个准直镜，我们周转就可以了，就更换了，就是不用像以前一样要把这边拆出来才能更换，比如说不用夹去了，就是直接周地一周出来就可以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温控板，温控板是保留的。好，现在我给大家出光演示一下。我们先量一下它那个打出来的激光，刚才打出来这里有印的嘛。300焦距的，300贯的，那焦距的话是600的。